四打数两安打一打点，这个球打了一个高弹跳，投手自己来处理。哎呦喂，他传到哪里去了？哇，好像传到跑者身上。嗯，但就要看。哇，一溜烟了。对，就要看。哇，他判他妨碍守备。对，因为其实一开始来讲的话，感觉上哇，主审计划这时候当然美国教练会找他理论了。是，他认为他等于是跑垒到了一半了，没有切到外侧。嗯、那这个球因为比较靠近一垒的边线，所以当然裁判会看得比较严。是。哇，那这个差别很大，他不但出局，跑者还得退回去。嗯。那当然，这也是一种所谓跑垒的一个观念上，但还是要先从重播来确定说，最后他是不是有点跑在线内。但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几乎都是跑在线内，都根本没有有点往、啊。这个不行了、啊，这个不行。这个就算没有丢到也有时候是会判的，因为他这个到最后他才要切回来，嗯、其实已经明显是违规，所以主审这个认定了、啊，未来希望在国内的执法也都是。